在多少遥远，爱的连线点燃热情火焰，爱的连线犹豫不再出现，欢乐在你我之间，无限的爱在连接，爱的连线不再多少遥远，爱的连线点燃热情火焰，爱的连线犹豫不再出现，欢乐在你我之间，无限的爱在连接，爱的连线。嗨，我是华仔，我是刘德华。现在是九月了，每一年的这个时候，你都会想到是我的生日。其实我哋嘅歌迷会每一年喺我生日嘅时候都会安排大家见见面嘅，甚至乎去年咧，我哋仲喺演唱会一齐咁度过我嘅生日添。但系因为疫情，所以以往咁多次嘅生日会，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回味一下。只想给多一些新鲜空气，要试试独自天际飞。过去多少风波，抬头再也不理。风波中急弯中崎岖千里，也试过到半夜感痛悲，气氛里流泪。但傲气总不死，我也确信每一关轻跨过都必须运气。然而谁人会知，真正幸运是认识你。每次教我信心增加千倍，完全因为你，对你嘅爱意满于空气，我永远记得你。我永远都会记得你们对我的好，我一切都会记得你们对我有几好。在过往的一年，续了会的家人，我觉得好像没什么给到你们，所以我决定在今年续会成功的家人会免费可以一路续会到2021年。在今年大家续会成功的家人，我确定你们可以免费的续会一直到2021年。可能最近没有办法办一些真的是实体的一些活动，我没办法可以确认到底几时可以做一些身体接触的活动。但是我希望今年的生日我可以在网上高跟大家过，所以我确定在网上跟大家见面。大家除了在我的网上平台以外，还可以在腾讯那边看到。9月27号9月27晚上八点，晚上八点，一起开心，一起玩。